Hello，欢迎大家收看解惑说频道。So，今天的普洛玉转蛋终于收期啦，收期了10个。So，电影《普罗米亚》日本上映纪念合作活动转蛋进行中。So，这边有10个，我这个号是签木属性这字，哎，木属性还是水属性？水属性这字才对。绝对消防贾洛里欧迪加洛恩的兽神化的怪。どっちのパワーが上か勝負だ。レオ。OK， 好吧，说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立刻开抽。来，第一抽。Strike。第五抽，来这个魔性动作了。第六抽，看起来虽然有运气，我惨了。一点不快乐我。一抽，蓝，然后没有，哎，我没有拿过嘞。Strike shot！ってこんな感じ？無敵だよ。一抽，看另外一个号是什么了，然后来个什么？无眼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现在先传给小号抽。Hello， 我们又回来了。说，我今天讲话很沉沉，是因为我开始上风了，有点讲，有点不舒服这样。OK， 所以我就来一个普洛玉转蛋，这个号开始抽，第一抽 ，Strike Shot，
会不会十张都是非洲呢？跟另外一个号就有拉了。第一冲，再来，第二冲，用力拉。Okay, 再来第三冲，用力拉。Okay, 再来第四冲，一直出这一个嘞。第五抽，这是抖。还真一直来的够。第五抽，帅秀的。第六冲，中了木的哦，哇，牛的哦，西门卡米娜，哇，这个好手气啊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啊，感激感激！来，再来第七抽，第八抽。原来是最后一抽了，帅笑到，要啊要啊要啊！啊哈，没了，结果。这个号终于收齐了。OK 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，也祝各位抽蛋好运，晚安。